我有一个猜想，哎，我有一个脑洞，哎，我现在有一个脑洞啊，我现在有个推测，我知道他这个声音是做什么的了。我推断这是一个延时装置，也就是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。这个很像喂火锅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黄绿橘黄，这个也跟那个密码锁有关系。把这个毯子铺在地上，转，我脱了，就锁上了。他为什么把这个卸了？是因为这个东西过不去。对，开不开了。这个布在这儿，然后它是这个角被拴了东西，它被这个线藏在这儿，用布粘住，然后这个气球往上一放，八点半的时候它过来把这个一摘，这个东西就飞走了。凌晨五点，他说这个花只在凌晨五点开放，这个花是开着的，也就是我跟他打的时候根本就不是。死亡时间是五点到五点一刻。我觉得有可能凶手在天窗上刚一冒头一点一冒边。那有一块黄色的布啊！我找到这个遥控器了。哎，这是个天窗吧？如果那个所谓标志摄像头的话，我就跟楚门的世界一样。你的女儿、我的妻子还有他的女朋友，这是一个人。凶手至少见过死者两次，大微笑是面对着死者的，这是他有一次可以面对死者进行射击的机会。我觉得第三个人来到这个后山，他应该不是知道我们会在这儿决战，可能就是看到他。如果这个声音播的不是什么歌，而是播的那个哐，这个声音呢？所以这个不在场证明一定是给咱们三个做的，一定是咱们三个中的一个人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聪明，聪明，聪明，聪明啊！太聪明了！你们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小白，棒！你好聪明哦。